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它要你计算这个式子，按照乘法哈、哦，具有交换律，我就把这个哈、哦，把它拿到这里来跟它乘，因为八哈、哦、乘以多少，这个正负号我们等一下呢再来算，正号的话现在有三个负号嘛，所以乘出来结果一定是负的，那正负号我们就不管它了，我们就乘以这个125乘以。那个八十哈，八乘一二五就多少呢？就是等于，一二五乘以八的话是等于1000呐、啊，所以这样一乘的话呢是等于10000，哦，就是1 1 2 3 4，我这两个相乘的哈，不管正负号了，就是等于10000，然后呢这两个相乘的话，123哈乘以7，3 7 21，14 16 861。哦、乘以861，啊，正负号我们晓得是负的嘛，所以是负的861，后面四个零，所以是负的861啦，哈，啊，后面四个零。